八，我有点忘了，六七八万吗？六七八万之类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它这个牌子，我觉得它比较怎么讲，我觉得好像还蛮我的，就是你平常穿衣服就是一种简单，然后利落的感觉，主要是它这个是吊床包，然后它有三种背法，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可以直接这样随性的拿，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打开，可以放两瓶酒哎，可以哦可以哦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打开一手，对 OK 这样子，就是不同感觉，然后呢再来也可以变成这样斜背款，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大包，因为我觉得我身高没那么高，所以如果我拿大包很容易就是会压我，那太小其实对我来说很不实用，因为我东西其实都蛮多的，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中等小型的，比如说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对我来讲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也可以帅气，就是顶个20万放在这边收钱，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帅气，然后可以好搭衣服，我都觉得还不错。